又来了。哎 ，my friend， how are you？ 我跟你说一样东西哈，也是蛮好笑的一个笑话。我的邻居有两个妹妹，那么我就告诉，就是讲她了。她打开的门，铁闸锁住了。那么然后我就告诉她，哎，妹妹，你开门给俺爹好吗？哎呦，她不睬我，她家里有工人的。我就说，阿妈也不开，工人也不开。后来我就叫她，空气开门。然后个。有个空姐说，如果我会开门，我就不做空气了。不好笑，看你个人咯。 OK， 有没有看到这里啊？我这些这个风扇，每个人家里都有风扇，为什么？我问这个头痛很久，你看这个，那个东西是不是很难拔出来？根本上如果你没有想到这么简单的家里有的，也不会拿来用，也不喜欢，所以我给我尤其发明了就之后发觉了，就整个人跳起来。为什么？就这么简单，将这个铁的下罐头也可以，不需要反脑筋了，有什么什么什么塑胶什么什么放进去没有用，我试过最后一种有个铁的，就这个顶住点点出来了。就是这么简单，希望你们 good idea， 拜拜。